只需要加两种神奇香料，就能够将十分难搞的牛蹄催化到扒烂、软糯、口感美妙，而且炖煮的时间也能够直接减半。那么接下来就将这款麻辣鲜香、五香味回锅香、卤香味十足的麻辣卤牛蹄为您一一呈现。那么首先第一步是准备一只新鲜牛蹄，尽量采用牛前蹄，这样肉质饱满，而且牛筋做出来的口感更是美妙无比。再将牛蹄从中间破开，一分为二，这样便于更好的入香入味，以及成熟的更快。下一步来准备一盆核心的腌料水，在清水当中加入适量的盐入底味，少许葱姜洋葱丝，少许料酒，去腥粉10克。那么这将是一组超强去腥增香的腌料水，主要是专治牛蹄过重的脚气。然后放入牛蹄，给牛蹄泡泡脚，泡的时间为2到3个小时，这样大概能够去除牛蹄30%的脚气。然后来制作一款复合汤菜，在锅里面加入少许清水，煮开过后加入红曲米15克，煮开各2-3分钟，煮出红曲米色泽，再用热锅沥掉红曲米残渣，继续在锅里面加入少许色拉油润锅，再加入少许冰糖，开小火将冰糖炒至融化，再加入等量的砂糖。那么两种糖混合，不仅炒制出来的色泽漂亮，而且有亮有光泽。将糖浆炒至融化，颜色变深，产生密集气泡的时候迅速光活，用余温加持至气泡变塔，并且开始破灭的时候，加入准备好的红曲米水进行及时取舍，这样就能够完美的避免炸锅。再继续烧开个2分钟，来挥发掉在炒制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焦糊味。那么这样做出来的糖菜不仅黄中带红，与众不同，而且以微苦微甜为合格标准。下一步准备一组香料配方，准备小茴香3克，8角15克，桂皮10克，香叶5克，丁香2克，草果2克，白蔻3克，香砂5克，白芷10克，山药5克。那么这组香料主要起到增香以及专治牛角脚气、去异味，加入少许高度白酒，有助于激发香料活性。再加入木锅香料的开水泡发10分钟，来去除降解香料的药味跟苦味。再来准备青红花椒各30克，这样的组合将是麻香俱全。重点来了，加入木锅花椒的温水，这样能够防止温度过高而导致香麻味挥发流失。泡发过5分钟，让花椒吸足细胞水分，从而防止下一步被快速炒糊。继续在锅里面加入菜籽油一斤用于增香，再加入少许葱姜，将油炼香，炸至焦黄过后过滤掉残渣。接着加入红油豆瓣酱150克，用小火炸出豆瓣酱的多余水分，并且激发出豆瓣酱的酱香酱色，直至豆瓣酱表皮开始微微打卷收缩。再加入用2斤条制作的糍粑辣椒150克，那么两种辣椒结合，香味跟色泽都会再上一个层次。然后继续用小火熬制个10来分钟，再加入准备好的香料，用小火熬制大概半个小时，充分熬制出香料香味，并且让香味融入到底料当中。最后加入泡发好的花椒，由于花椒的香茅味极易挥发，所以不宜加的太早，继续用小火熬制出花椒的香茅味，直至料渣开始微微变焦，颜色变深。再加入干辣椒50克，用小火煸炒出辣椒的香味，并且挥发掉辣椒的造型，由此达到吃了过后不容易上火的目的，直至辣椒颜色变深焦脆。再加入高度白酒30克，建议是能够降温，防止料渣被烧糊，其次是激发出来的酒香，有助于升华整体香味。等酒精水分挥发，倒入汤桶当中，加入清水5斤，也可以使用牛骨高汤。再调入食用盐40克，鸡精味精各20克，冰糖几颗，来中和汤中的微微苦涩味。加入准备好的糖仔，重点来了，再加入山楂10克，陈皮5克，两种香料能够起到催化催熟牛蹄，从而缩短烹饪时间。用大火烧开过后，转小火煮5分钟，充分煮出香料香味。那么一桶麻辣卤牛蹄卤水调配完成，接着将泡好的牛蹄取出，然后凉水下锅进行焯水，加入葱姜跟少许高度白酒，烧开过后打掉煮出来的三层糊沫，再持续炒至完全煮至血沫血煮为止，再捞出用温水彻底清洗清理干净，再能够让卤出来的牛蹄香味更好，没有异味。然后将其放入准备好的卤汤当中进行卤制，先用大火烧开过后持续卤它个5分钟，让卤汤充分的渗透到肉质当中，再转小火大概卤制3个小时，有了山楂跟陈皮的催化，能够大大的减少卤制时间。卤制时间到了过后，再关火焖1个小时，充分利用卤水余温来达到彻底入香入味，油脂互于牛蹄，满满的卤香味回锅香。焖泡时间到了过后，将牛蹄出锅，最后只需要淋入少许卤汁点缀。
那么一道色香味形，且麻辣咸香软糯且口弹的麻辣卤牛蹄儿制作完成。最后也希望这道美味给您带来的不仅是舌尖跟味蕾惊喜，更是心灵慰藉。正所谓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